好，现在已经是12月14号了，现在是中午12点半左右哈，正中午。幸好十二月份，你看啊，还穿这样子，有没有？啊，现在是大概27度，但是太阳非常大。这里就是有名的鹿野高台的大草皮啦，哈，那整片的草皮。那从高台上面看下来，就是这边热气球的地方。是很美，啊，对，整个一望无际的绿啊，哈，这里。跟那个台东的西海岸的东海岸的这个海空线的那种视觉感完全不一样哈、哦，这里也可以划草哈、哦，哎，好，这里就是鹿野的高台，好，我们准备往下一个行程了，拜拜。